时候先把油锅里倒，小心呐、啊。好了，哦呦，好潇洒，可以啊，小肉肉。把锅锅里倒，猪肉锅里头。酱油放大。嘿，小肉肉都不用指挥，他知道什么时候放酱油。麻油。对，再来点蚝油。辣椒放大。把辣椒锅里头。嗯。发啦发啦。最后把辣椒放进去，兄弟们。肉肉放鸡精了，慢点啊，不能倒穿了哦。够了。哎呀，真穿了。肉肉出锅了，用手出锅。用手出锅啊，兄弟们出锅了哈，不能用手啊，烫手啊，小肉肉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个辣椒的香味太棒了哈。喂，你看他的头。哇塞，刚好！哇，我的老公！来喽！这是叔叔阿姨被你弄丢了。万一啊，大家都有。叔叔啊，过来吃饭。嗯，快吃饭吧。来喽！开喽了，兄弟们。今天炒这个肉一定非常香。出锅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辣椒的香味啊，太爽了！不准用手。好。不准用手，知道吧？慢点说。辣椒。辣椒，大胃王喜欢吃辣椒哈。嗯。哎呀，掉了。对呀，都让我。没有对不起吗？对不起。哎，不能再掉了哈。嗯。乱掉了，乱暴露了啊！掉到桌上的都捡起来吃掉。嗯，你看，太满了吧？好吃吗？嗯，太好吃了！哇塞，太好吃了！嗯。哟，肉肉今天还是用叉子，我还没在意呢。小子，你今天怎么用叉子吃饭啊？对。你会吗？会。啊。哎呀，把嘴里吃完，手上手上，哎呦，嗯，嘴里吃完再装哈，又塞满了。哎呀，我刚刚就插个镜头，一转眼肉没了，你们太狠了，小猴子。我也要。哎，肉肉还剩最后一块肉哈，只能说，这个我们中国菜太受欢迎。瞬间肉就没了，被秒了。我都看肉肉你那饭怎么吃哦。弄点那个辣椒给肉肉吃吧，吃不吃啊？辣椒不辣，我呀。不辣这个辣椒，你试一个看看，尝一个看看。小的。哎，拿一个小的给他。对，吃一个这个小辣椒。咦，不辣对吧？嗯。好吃哈、哦。嘿嘿嘿嘿嘿。小肉肉。米饭装。不能给你哦。装什么米饭呀？再装米饭，怎么吃啊？菜呢？再搞一点吧。汤啊，那汤也没有啊，这没了吗？这。哎呦我靠！你太过分了，你那里面太多了，知道吧？太多了，我分我不吃饱了。兄弟们，咱们今天的菜太成功了，几分钟就被孩子们抢光了。你看最可怜的小肉肉，现在在吃干米饭。哎，来跟大家再见。再见。